这位官员名叫颜真卿，在重视儒家礼节的名门世家中长大成人的颜真卿，为了尽到礼节，豁出命来为唐王朝竭尽忠义。颜真卿又以唐代著名的书法家而闻名于世，从他的笔墨真迹中可以看到其刚直不阿的人品。这件《刘中史帖》是颜真卿忧虑社会混乱而写给朋友的信。从字体上可以看出，颜真卿的笔触时而明快有力，时而细致入微，有的部分改变文字大小，运笔自由奔放。他的笔迹不同于以往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有条不紊的秀丽书法，而是笔锋大胆有力。如果说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的字体是藏而不露的典雅笔法，那么颜真卿的书法则是坦率倾诉内心情感的壮举。给书法界带来新风气的这种字体，是在颜真卿经历过的波澜壮阔人生中诞生的。在颜真卿生活的公元八世纪，唐朝都城长安是一座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世界性大城市。各国的遣唐使络绎不绝地来到这座四周由40公里城墙环绕的长安。从日本来中国学习唐文化的阿倍仲麻吕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一时期，李白、王维、杜甫等人也在长安吟诗咏词，唐朝充满了灿烂的文化。将这灿烂文化推向成熟顶峰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这是勤政务本楼遗址。玄宗皇帝在这座勤政务本楼执政，建立了少有的和平富裕的社会。吉陵颂是唯一保留至今的玄宗皇帝的真迹，这件书法作品被认为是遵循古礼的格调高雅的行书。玄宗本身也是一位有素养的书法家，吉陵颂如此描写了当时宫廷的情景：某年九月，1000只吉陵飞到宫殿庭院游玩，过了10天，这些吉陵仍不离去，最后终于亲近的连在旁边拍手，他们也不会逃走了。于是邀请了5位知心朋友，在这金秋季节共同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描写这个情景时，正是唐朝建国100年左右，也是唐玄宗皇帝建立起灿烂文化的黄金时代。这里是玄宗皇帝的堂姐妹永泰公主的陵墓，墓室的壁画中显示了唐朝宫廷的华丽。据说这幅壁画真实地描绘了永泰公主生前的生活情景。女官们身穿华丽的丝绸盛装，这些女官们慈祥富态的面容令人感到难以形容的温暖。到了唐代，美女的标准从长脸变成丰满的面容。这说明唐朝随着社会的发展受到西域的强烈影响，文化相互融合，出现了新的价值观。这是千陀胡人俑，
无人的湖意味着当时的西域，也泛指波斯一带。当时众多胡人来到长安，带来了西域的各种特产，胡麻、胡椒、胡桃、胡瓜等。从西域经过丝绸之路，运来了多种多样的商品。除了商品之外，还带来了宗教、舞蹈以及歌曲。《旧唐书》中如此记载：贵人均用胡石欣赏胡曲，男女竟穿胡服。当时的都城充满着胡色，逐渐染上了西域的色彩。唐朝自建国以来，接连不断地面临着西域地方势力的挑战。在拥有辽阔国土的玄宗皇帝统治的时代，唐朝为了保持王朝的稳定，在这些边境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节度使是指边境地区的行政和军事长官，不同民族的人被唐王朝任命为节度使，在当时并不是罕见的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节度使也积蓄了自己的势力，增强了军事力量。这样就逐渐缩小了都城长安与边境地区的力量差异，开始动摇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当时在全国派遣了十位节度使，尤其是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掌握了唐朝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积蓄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唐王朝发布了日落后禁止夜间外出的命令，因此平民生活的自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享受百花齐放文化的仅仅是特权阶层的人而已。在长安的官僚贵族们日夜沉溺于享乐之时，玄宗皇帝也厌倦朝政，因而放松了对地方节度使险恶用心的重视。安禄山趁着唐王朝这种颓废的局面，开始策划谋反，一步一步地进行了战争的准备。在长期持续的繁荣社会中，官僚们只顾保身享乐、争权夺利，因而政治的腐败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面对唐王朝内部腐败的情况，唯有颜真卿一人敢于对抗朝廷的腐败势力，直言进谏。对于重视儒家思想的颜真卿来说，如此混乱的秩序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颜真卿是26岁时经过科举考试考上进士的。中进士是当上官员的重要途径，但是因为他不分地位高低，不断地谏言忠告，而被一些朝廷大官吏反感疏远，终生未得到应有的重用。在安禄山积蓄力量策划谋反时，颜真卿正在担任平原城太守。这一切导致了颜真卿和安禄山的鏖战。晚秋的一天，安禄山的使者来到了平原城。使者前来的目的是试探颜真卿是否支持安禄山。但是颜真卿立刻看透了使者的意图，察觉到安禄山不久将会举兵叛乱，于是为了不让使者注意到这一点，
颜真卿日夜设宴，还表演了他擅长的书法，并假装糊涂地说：“我是文人，不会持武器作战。”另一方面，颜真卿秘密地招募义勇军，并在平原城建造城墙，做好了战斗的准备。颜真卿当时建造的城墙依然保留至今。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终于举兵谋反，叛军多达10万之众。面对怒涛般进攻而来的安禄山的军队，唐王朝的军队不知所措，连连败退。进行顽强抵抗的只有颜真卿和以他为统帅的义勇军。直到此时，长安方面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开始焦急。玄宗皇帝叹息道：“在河北24郡，连一个义士都没有吗？”同时，玄宗皇帝又感动地说：“在这种情况下，颜真卿还为国竭尽忠诚呢。”安禄山率领的叛军迅速夺取了河北一带，在短短一个月内征服了洛阳。洛阳沦陷，都城长安危在旦夕。当时与平原城的颜真卿一起奋战的堂兄颜杲卿切断了安禄山叛军的补给线。颜杲卿为了守卫这座山中的险峻要地娘子关，以不可阻挡之势开始了艰苦的战斗，但是这场战斗未能盼来援军的相助。在叛军的猛烈攻击下，颜杲卿最后被俘获了。被俘的颜杲卿始终不断地咒骂安禄山是逆贼，他被拔掉舌头，斩断手脚，惨遭杀害。据说他临死时毅然决然，脸色丝毫未变。颜真卿在这场战斗中失去了堂兄颜杲卿以及他们的30名亲属。颜真卿为在战斗中死亡的亲属写下了很多悼词。保留至今的悼词只有这份祭侄文稿。这份祭侄文稿是为悼念与颜杲卿一起战死的颜杲卿之子颜季明而写的。祭侄文稿中按照时间经过，客观地记录了颜季明与父亲颜杲卿一起勇敢作战、壮烈牺牲的情景。但是谈及逆贼的暴行以及勾起对季明的哀思时，颜真卿写的字就变得十分紊乱。从剧烈非凡的笔触以及全部涂上的34个字，可以感觉到颜真卿对叛军的强烈愤怒和对失去亲属的深切的悲痛。父献子死，朝清鸾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垢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在这篇祭侄文稿中记载了两项内容，一个是对亲人的哀悼，再一个是祈祷唐朝安宁和颜真卿
令人悲哀的忠义之心。颜真卿76年的一生，始终刚直不阿，在不断发生的战火中失去了许多亲人，他自己也与叛军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颜氏家族的抵抗奋战未能奏效，安禄山的军队步步逼近了长安。此时唐王朝已无力与安禄山作战，于是玄宗皇帝逃出了长安。这是明皇姓蜀图，这里描绘着逃亡蜀国的玄宗皇帝。太平之世的美梦破灭了，这是逃避他乡的玄宗皇帝一行。此时玄宗已71岁，离开了统治45年之久的长安，踏上了充满寂寞和屈辱的逃亡之路。唐玄宗在旅途中遇到了几个意想不到的悲剧。逃难中最大的悲剧是，保护玄宗一行的卫队士兵们造反了。士兵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元凶是杨贵妃及其家族，强烈要求将杨氏家族满门抄斩。玄宗虽然是皇帝，但此时已威严扫地，无法压制卫兵们的愤怒情绪，只好让杨贵妃自缢。玄宗皇帝逃往蜀国的必经之路，几乎都是连野兽也惧而不前的险峻的栈道。玄宗一行在翻过这高山峻岭后，终于逃到了四川。入蜀之路，如今依然被陡峭的山峦环绕。李白作诗形容了山路的险峻：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当时的栈道，三国时刘备、诸葛亮曾走过这条架设在峭壁上的栈道，玄宗也经由此路逃到了四川。玄宗被驱逐出都城，又失去了最心爱的杨贵妃，在失意中走过了这条栈道。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沉溺于与杨贵妃的享乐，而未察觉到朝政的腐败现象所带来的后果。此后玄宗将皇帝之位让给儿子肃宗，结束了他78年的一生。
玄宗皇帝逃往蜀国后不久，安禄山攻下了长安。当时被安禄山逮捕并幽禁在长安城的杜甫，看到荒凉的都城，做了一首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后来安禄山的叛乱被平息，唐王朝夺回了长安，但是以安禄山之变为戒，唐朝的威严一落千丈，国力也急剧衰弱下来。在皇朝长安入城途中，描绘着不法商人们与唐王朝对抗的情景。参加起义的人数为60万人。皇朝起义是因居民平素的激愤爆发而引起的。这场战斗宣告了唐朝290年历史的结束。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被称作五代十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仅短短50多年的时间里，就有5个王朝相继兴亡。由于5个国家陆续交替出现，故被称为五代。而在其周围地区诞生了10多个国家，这叫十国。五代十国是唐朝灭亡后，在其势力范围内小国林立的时代。这是玄宗皇帝曾经逃亡的险要之地蜀。这里兴起了一个叫做前蜀的小国。五代十国时代只持续了50多年，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各地却萌发了前所未有的独特的文化艺术。这是前蜀的第一代皇帝王建的墓。进入深23米的墓室，王建被放置在中间巨大台架上的灵柩里。唐朝末期，王建趁着社会混乱贩卖私盐，积聚了巨额的财富。于是在唐朝灭亡的同时，他宣布独立，当上了前蜀的皇帝。这是在王建的墓室里出土的哀册。这里刻有王建的成就：王建以四方为家而治之。前蜀之繁荣为皇帝王建治世之赏赐品。五代十国时，一些平民出身的人相继当上了皇帝。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平民出身的皇帝王建有意抑制华美的唐朝文化，而以建设朴实的社会为目标，这是与色彩鲜明的唐代贵族文化划清界限的新文化的萌芽。这是前蜀画家黄泉所作的写生珍禽图卷。图卷上描绘了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鸟龟虫等。在黄泉的笔下，这些动物的每一个细小部分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前蜀时期的绘画
广泛选用生活中常见的鸟类及其他动物作为题材，画风也变为唐代不曾见过的写实性的淡雅色彩。在其他各国也出现了代表新文化的事物。这个鸟纹执壶是十国之一的楚国烧制出的瓷器。瓷器在唐代是供贵族社会使用的高级物品，而在楚国将之作为平民的实用品开始制作。楚国是长江南面的一个繁荣的小国，据说在这条河的沿岸曾排满了被称为长沙窑的窑厂，烧窑的火焰染红了夜晚的天空。在窑厂遗址的周围，至今仍散乱着大量的瓷器碎片，这些都是平民生活用具的陶瓷碎片。这是在长沙窑遗址发现的酒壶，这把酒壶上写有文字：复从生，何起贫，从不记，来无闻。这是卖主向人们宣传酒壶售价低廉的广告。这把壶上还书有根据买主的要求而写的文章，文章里寄托了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的各种情怀。男儿大丈夫，何用本相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在唐代，一般人很少离开自己的村庄，更不用说前往国外了。到了五代十国，为发展贸易，人们可以前往遥远的地方去经商。在这种形势下，便出现了当时不曾见过的男女间的悲欢恋情。这把壶上的诗句表达了这种恋爱的苦恼情怀：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长沙窑的壶上留下的众多文字，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平民的生活情景。民间的经商活动后来逐渐从内地转到了海上，这是由于以往稀少而昂贵的瓷器茶叶得到了大量的生产，并大规模的出口，贸易得到了扩大，社会变得富裕。在五代十国中，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最为成熟的是在现在的南京定都的南唐。南唐在都城建立了艺术学院，培养出了画家、书法家、诗人等多方人才。南唐在当时是举国上下都在发展和振兴文化艺术的国度。这是《后主观棋图》，这幅画上描绘了南唐最后的君主李煜。在南唐39年的历史中，李煜在位期间只有15年，但在这短短的期间里，李煜为培养文化这一大事业而倾注了许多心血。
李煜为这一时代涌现出的各种新的文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是被誉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山水画的代表作品《曾岩丛树图》。这幅画是就学于南唐画院的巨然的作品，仅通过墨迹的浓淡，便将幽静的自然风貌描绘得十分细腻。画中没有华丽的色彩，没有任何的矫饰，画风极为简朴。这种山水画风格是在李煜创办的南唐画院逐渐得到确立的。这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区黄山。在江南民众之中，黄山是被作为一座神圣的山而受到尊崇的。黄山风景常在人们的心中，江南的画家们将黄山作为第一题材不断地描绘下来。山水画是将浮现在脑海中的情景尽情描绘出来的作品。他将怀念故乡山河的情感如诗般地表现出来。这是位于黄山南麓的歙县的市容。在这座古老的城镇里，唐代诗人李白曾到过的餐馆太白楼，如今被作为文物保留下来。相传，后来南唐皇帝李煜也曾多次来到太白楼。自李廷圭至末，至今已有1000年了。在歙县城内，李廷圭的制墨法被后人继承下来。在这些白色的粉末里，含有珍珠、玉石、麝香等13种物质成分。通过加入这些成分，加强了墨的硬度和粘性，更增添了墨的芳香。墨的原料是用松枝烧成的梅烟子做成。首先将梅烟子蒸至粘土状，然后捣上1万次，使之坚固，再多次用力揉合。制墨最重要的是在于毅力和体力。在这里工作的制墨工匠年龄从17岁到45岁，这样的年龄就是体力和毅力最旺盛的年龄。从松枝烧成的梅烟子到制成一块墨，足足需要1年的时间。在中国现在所有的制墨厂中，只有在这里制作的墨可以刻上李廷圭的名字。李廷圭将黄山松为原料制成的墨视为最佳之墨。李廷圭的墨被称为黄金易得，李墨难求，极为珍贵。
这是射石长方砚。这种砚台因制作于南唐的歙州，故称为歙州砚。歙州砚也是南唐皇帝李煜培养工匠而制成的。这是南唐创造出的山水画的杰作《江行出雪图》。这幅画的作者赵干，是李煜创办的南唐画院的画家。李煜高度评价了赵干的绘画风格，并在这幅画上亲自题了字。这里写着《江行出雪》南唐画院学生赵干状。李煜通过写上画题和作者的姓名，赞扬了这幅精彩的绘画。《江行出雪图》描绘了长江初雪飘舞，冬天即将来临之时，平民生活的情景。在冷天里，身穿一件薄衣捕鱼的渔夫们，在船沿和斗笠上薄薄地系了一层雪。树木荒凉，是即将来临的冬天的景致。赵干不做任何夸张，如实描绘出这幅《江行出雪图》。在这里，人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顽强地生活，将平民生活作为绘画题材，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李煜不仅是一位振兴文化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从李煜所作的词可以看到，他与平民的心情深切相通。寻春须是阳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飘色玉柔情，披拂展面青。史书记载，在南唐的繁荣闹市中，平民们交杯换盏，吟咏李煜的词。南唐时，人们常常游玩到深夜。在南唐等南方的小国竞相繁荣之际，北宋兴盛起来了。北宋国力强大，如怒涛般相继吞并了十国，南唐也注定了亡国的命运。这是《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描绘了南唐权臣韩熙载在家中举办宴会的情景。从宴会开始到结束，按顺序描绘了五个场面。应邀参加晚宴的都是贵族和官僚们，美酒佳肴、舞女、乐队环绕，本应是一次热闹快乐的宴会。然而，这幅画却有些异样。画中人们的表情均显得十分忧郁、消沉。其实，在举办这个宴会时，南唐已处于被北宋吞并的危险之中。韩熙载也开始受到朝廷的猜疑，而且此事已是人人皆知。
南唐根本无力与北宋抗衡，在座的每个人都已切身感受到了这份无奈。空虚之感浮现在每一个人的表情上。宰相韩熙载为了尽可能地忘却这份忧郁，举办了这个宴会。然而，无可奈何的无力之感却越加扩大。韩熙载已无法掩饰这份悲哀。公元975年，北宋终于攻下南唐，将李煜带到洛阳幽禁起来。相传，李煜当时只带上李廷圭的墨和歙州砚台前往。李煜用自己喜爱的墨和砚台，写下了《虞美人》这首词。表达了被俘的悲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怀着对故国的眷恋，在2年多的幽禁生活后，李煜被毒杀了。